参观三只大脑跑酷。一天，我正在印象里开创多空。刚才那是什么？不会是三只突然变异了吧？喂，快起来，别给我装死熬。好家伙，那就趁机进他大脑里看看吧。想要偷看本魔力的大脑可没那么容易，有本事先打败我的美智之复制体。想看一点。简直就是不堪一击。没关系，我还设置了超难跑酷关卡，而且也不给你使用喷气背包。哇哇哇哇，其实你怎么过去了？不要偷看我的秘密啊。这是超大一坨奥利给。这里就是三只辣条制造工厂，让我进去看看三只辣条怎么来的吧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我得多做点三只辣条拿去卖。我在营销这么有名，能不能发家致富就看这波了。100吨奥利给你生产好，那尽快给我送来吧，味儿越大越好。好家伙，原来三只辣条是这么来的啊！既然被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，那绝对不能让你活着出去。开什么玩笑，就凭你这跑酷能难得倒我？今天我就要一次性把你的秘密看光光。不要不要，你不许看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营销的女主以后就是我美智之地了。小辣现在被我关起来了，我看你们以后哪个营销玩家还敢闯我。我看你好像有那个啥大病，天天搁那白日做梦。我告诉你，你还别不信，迟早有一天这些都将成为真实。好好好，那你继续做梦吧。什么鬼，三只的梦里怎么会有妖妖的王二狗？美丽的三只小姐，我稀罕你，我家里有房有车有票子，就差一个温柔漂亮的女主人了。我决定我可以胜任。这是我刚给你买的高级公寓，美得很美得很。这家 4S 车店是我家开的，喜欢啥就直接开走。美得很美得很，以后我就是你家的女主人了。妈呀，这三只有毒啊，最后还妄想得到一大堆马内，你是真会白日做梦啊。